你是派遣公司吗？哦，是，我是派遣公司。你有没有可以，我有没有办法请一个台湾临时工可以照顾我爸爸？因为我的那个，我的外老乡要得好白要休息啊。有啊，12小时1500要不要？1500，1500。哇！我刚刚下班没有1500，我要付1500，付不起了啦，付不起了啦。没有办法啊，因为在这里就是短期工就是1500嘛，你不要假日，你又不要长期的。拜托拜托了，拜托拜托了，便宜一点嘛，便宜一点嘛。没有办法啦，这里又是1500啦。现在哦，你要申请福利的话，你有外劳，你都没有办法申请哦。我又没有办法申请。是，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请看护工啊，外籍看护工就不能申请。那他想休息，我要怎么办？那你只能让他再继续工作。那这样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政府正在规划一个叫做长照福利、长照服务法，可能要105年以后再来看看吧，有没有？105年，105年，现在102年。3%的家属，我们现在全台湾有
30万需要照顾的，不管是老人或是病人，全台湾总共有70万需要照顾的人，但是政府只照顾了3%，有65%是由我们的家属来照顾，有28%是由我们的移工，也就是我们的外劳来照顾。那这些移工跟外劳，他们都没有休假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的政府到底在哪里？个别的家庭个别聘雇的话，将我们的长照体系永远都建不起来，我们的移工永远还是被锁在个别家庭里面，没有办法出来，每个月只领非常低的工资，但是却要每天工作24小时，他们正处于一个血汗劳动的状况。那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并不是只帮移工说话而已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当移工处在一个血汗劳动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将你家的老人以及病人交给这么每天这么累从事血汗劳动的移工，他们有可能照顾得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求要把移工纳入长照制度里面，让我们的移工享有劳动的保障，让我们的家属也享有休息的时间，让政府可以尽他所要尽的长照的这个制度。长照服务法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，然后我们跟各位一样，我们认为无论是任何国籍照顾者，至少在台湾，所有的劳工，台湾籍劳工都已经周休二日了，可是进入长照服务法里面的话，即使你是照顾者，你也只有周休14天。我们要求周休一日已经3年了，可这个3年42天的休假完全都是无声无息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游行当中，我们要大声的来呼吁，希望来讲的话，照顾者周休一日，周休一日，周休一日，我要休息，我要休息，不论国籍，不论国籍。精神障碍在政府所谓的长照的3%里面还轮不到我们，我身为家属，我以身为家属为荣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身为家属也需要喘息，有外劳没服务，有外劳没服务。